里脊肉切厚片，用刀背两面敲松，再切成丁。下盐、鸡粉、料酒，拌均匀腌制入味。再下蛋黄、香炸粉、生粉、水，调成糊状。下清油拌均匀。调料准备菠萝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蒜末，六成油温下锅炸。第一遍炸熟捞出，七成油温第二遍炸熟，捞起来沥干油，热锅下油，下蒜末，两勺番茄酱，白醋、白糖，中火煮至冒泡，霸气下配料，炒30秒，下主料，翻拌均匀即可出锅装盘。每天更新，不见不散哦。想吃吗？抖音。